菲律宾开始已经我一年了，我做差不多要21年、22年了，已经我大概去了，咱214摆个哦，我一摆就参加了，感冒、卡山啦、海燕，我知我也是跟进药，第二个变换，要说什么时间吃药。我就是安看到遮病患安尼艰苦，有些心但不去帮忙来病患安尼，找着药也欢喜安尼，感觉也轻松也袂嫌的。我第一交完做另外医生。因为我真会晓给人关怀、给人照顾，有啥物遇到啥物，我会给人安尼安慰安尼死。所以大家心真疼惜我，甚至隆重的主持人。我想一个人做这一个人做我娘大伯娘安尼，我也欢喜。妈咪，好，你那欢喜我出来，你欢喜我出来，说我看袂老年痴呆症。伊说我有按老母出去安尼做哦，伊年有功啊，伊来做这个人来反疼惜我个，伊也感动啦。这摆我是改83岁。我把握时间啊，有通做尽量做啊。我要追逐这生生世世跟随上人的脚步去做奇迹。